不是讲一下，如果到对岸去的话，是希望可以扮演的角色。谢谢啊。听到记者提问，高雄市长陈菊三缄其口，表情严肃，迈开大步进入会场。但回顾前一天，花妈可是开心得很。没有跟总统报告啊，全球港湾城市论坛九月将在高雄登场，作为东道主的市长陈菊想亲自赴大陆邀约，外传花妈可能当起小英密使，趁机和对岸谈松绑陆客团，北京市台办回应好冷淡。这边我还不是太了解情况，现在还是促进社会交流啊，进一步促进社会交流啊，促进合作。没有九二共识，两岸之间没了城市，只剩社会交流。唯有像台旅会和捷安特这样连续四年举办的台湾骑行民间活动，才不会受到影响。民间的交流应该还是非常的活络，在既有的脚步之下。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做推广的工作。陈菊是民进党大佬，又是蔡英文竞选总部主委，这样的身份相当的敏感。对大陆而言，地方政府也是政府，想要登陆恐怕不太容易。以上是记者李宗旺、杨希浩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。